我过去了一个，板子后面救人了。这封烟的板子后面还个，没枪，后面没枪，屋里有一个，屋里有一个，完了，二标围墙。 牛逼！不是闪避我打不到，还是步枪好用。不是你打，没倒，我看他标血了。 我的，没斧子，有个人没跳上去，掉一个，你跳上去了，掉下来一个，掉了，倒了，三队，我的，他妈的，我能救，打死一个，大亏了。 下午，下午，怎么了吗，姐姐？没有。喂，不是啊，这怎么办？他这个顶上跳个人啊。哦，张金海大嘛，但是没什么卵用。哦。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怎么又来人了？海哥，我没跳出，我操！我操！我这么跳上去，上车换座位，帅极了。 那边倒沙，那房子里，我指着房子里倒了沙，过不去。我们这个楼顶有人过两都过不去。要开伞了，开伞了。啊啊！死了，三队死完了。喂，可以过了。他不只是吧？他只是在空中被打死而已。不，没有没有，下来了。他落地了。OK OK OK。哎，这个路跑人了，就在我脚下。这个可以上来的。 我操，还有个 ED， 趴着是吧？我看了，放你。哎，一路危险，给他架你，明明偏右。嗯。转了，转了。 二打一打一，梅花桩在你脚下，正脚下。我加两个，哎，我被白了。在下面，我看到了。完了。